真的非常的高档，它真的会让你误以为是裸妆，对，完全是没有妆感，完全没有妆，是很像刚上完保养品那种保湿。对，当你的妆感是无瑕情况之下，就会瞬间消五岁。没错，这样才有办法跟十八岁的美雅拼下去。来，莫妮卡的秘诀。没错，就是这个未来美的顺白气垫霜。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它的设计，方虎式的，这样子一压。就会出来了，每一次挤出来都是最新鲜的这样子。它本身呢，里面有很多很厉害的保养成分。保养？对，比如说它有老虎草，老虎草就是可以舒缓肌肤的。然后它还有熊果素，熊果素呢就是可以让肌肤看起来比较亮。对，然后还有圆形的玻尿酸，就是保湿。然后另外有一个最最最厉害的东西，就是韩国现在最新的粉色红光遮瑕因子。它就是让用细小的粉体呢，然后呢可以让你的那个痘疤啊，或是暗沉瞬间消失的。防晒系数有的，它这一瓶呢有 SPF 30，然后两颗新防晒系数，它有那个修饰肤色，然后有保湿、亮白，还有加防晒，一瓶抵多瓶。所以你现在上半脸的？对，我现在上半脸了。先看一下两瓶。皮肤光泽度差了，会油油的感觉。你看，因为这边看起来就是有一种光泽度，光泽度很自然的光泽度。你会这种肌肤，就是你可以出去骗男生说，啊，我都没有化妆，我没有素颜，啊，我皮肤还没有了。是很像刚上完保养品那种保湿，对，好像这个就是都是韩国现在最流行的，而且我发现其实很多艺人朋友都在使用它，是，对啊，所以推荐给大家。